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兔班尼。因为今天那只手机不在我身边，所以就网络，我想是开实况非常的不适合。没有错，我的网络就是靠一只手机在运作的。其实还蛮神奇的。我想好像也隔个一两天没有开了，这根本就是。我还没有把它宰了，那就继续生存吧。本来今天想实况 Half-Life 2接下来的剧情，或者是 The Long Dark。The Long Dark 我的显示卡还勉强跑得动。我来干嘛的？对。可是我发现，其实死亡复苏跑不太动，可能要过一阵子才能。完了，兔子不要，我自己停。然后可能要过一阵子才有办法继续下去。实况，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Garden Deep。这个现在的显示卡也吃不动。突然觉得好难过哦。虽然以现在的网络来说，今天也是可以实况，不过这样子看的人会很不舒服，所以想说还是不要好了。其实，通常玩这种生存游戏，都玩到后面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。虽然我还蛮喜欢玩的，应该说算是很喜欢吧。因为有下载 Together 的版本，但是跟别人一起玩的话，可能会把同组的杀掉。不小心就帮同组的人上西天了，这个扣武器这个太非常扣血，扣多少？扣3D？没按到了，对，我到底下一个，到底本来要做什么？我要不要关个窗户？好像有点冷。等再冷一点再关好了。我的花环也快坏掉了。抓到了！为冬天做准备。其实我比较想要奶油。没有蔬菜。白蝴蝶。还是啊，对哦，我要再做一个蜂巢吗？多种点花，不要跑蝴蝶，啊，来抓蜜蜂，自己养的蜜蜂就够我再做一个蜂巢了。
有用掉吗？那个有，帮我回家吧。哦，网子坏掉了。来吧，蜂巢二，蜂巢三号。又不知道我收集腐烂物要做什么。蜂巢二号，三号才对，三号才对。这个会影响到我盖东西吗？好像会。蜂巢三号，你好像快晚上了。非常和平的又度过一天了。但没有木炭，斧头，在这儿。安全的度过一天了，然后，要不要再做一个呢？还是不要好了，浪费蜘蛛丝。感觉快冬天了，没关系，粮食应该算是充沛的。我吐瓶。差点。
画起来。哦，快跑！不要，不要！算了，没关系，他们会再活过来的。要去拆蜜蜂家吗？看看好了，食物很充足呢。不然要在老巢闲闲的度过一天了。有点远。有机会要下去看看。看来今天要在野外过夜。我真的不敢进去，等一下一不小心就上西天了。阿比盖尔，阿比盖尔，成功解决掉一个，再一个应该也可以吧。好多花呢！啊，对，冬天需要理智的时候也可以来这里。阿比盖尔，应该可以再一次。啊，好痛啊！我看我自己要先受不了了，弄完这个就好了，明天再继续找。
那里带有树吗？没有，就先这样吧。只能拿40个。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。我不知道什么，好想开实况，可是没办法，所以心情有点糟。把点烧起来。还没做这个，蜜蜂心，应该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卖的才是心。之前有这个吗？我之前就有了，他们都还在睡觉。不行啊，杀人崩太多了。这样就把那间拆了吧。那个感觉不好对付。一块坏了。可能还是要去沼泽一下，可以捡一些武器。做错啦！还是有办法用杀人风打他们。恭喜他刚从什么打的。好多。太多了吧！我们皮要被触怒了。因为我今天都要在这里清蜂窝吗？
皮盖儿，快解决它！怎么刚才有？原来还有一只啊！啊，糟糕！不，快回来！不要！快给我过来啊，皮盖儿！啊，对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我不想帮你收尸啊！应该还活着，活着就不会有花。这画面在晃吗？快过来！太好了，差点颠死。嗯，补血。嗯，我好想放把火把这里烧了，但可能会烧不到，所以就算了。对，烧不到，我可以先种几棵树。我做一个锅子，我已经丢了什么吃的？好高！还可以钓鱼，我有做过钓竿吗？我去看看好了。没有，而且我也没东西可以做。好，你过去吧。做点粮食，嗯，你不要做吧。要开始变冷了。
鸟也变成蓝色的了。这些食物，哦，企鹅。季节快变换的时候，就会有蛋可以捡。好激动哦！不过很可爱，在用力殴打我之前。不过这样子，我的农作物就长不出来了。天哪，好痛哦！还是补点血吧。原来还有一只，赶快跑一条！我这样会破坏这个游戏的平衡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按错了。喂，我有离那么近吗？哦，我只想捡个东西而已。都快天黑了。因为冬天吗？什么东西靠过来了？错觉。没想到他还可以。雨具又坏掉了，下雨了，我没做雨伞。这里面还有，那我不是一直都重生的吗？
应该是我离那边很近，先离开这一带好了。那杀人风太多。先回老巢一趟吧。不过应该走不回去了。就先在朱德村子里过吧。原来我还有一次的复活机会啊！一劫一番。我死了，因为刚还在孵，下雪了，那些猪，好吧，没事了。糟糕，我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运气好哎。可能有猪肉可以拿了，在这边待一下好了。我砍树都有种树啊，是我种太少了吗？猪肉真的有猪肉可以拿。不行，不能靠太近，会掉一只。肉肉肉！应该要来做只雨伞，次数应该都用完了。太好了。快离开这里吧。都这样了，就先把第51天过完吧。
就知道，它很容易就会冻伤了。赶快回家烧木头，怎么还没种出火龙果啊？都掉了，还有木炭吗？哎呀，晚上了，木炭那还是没有，来做点蜜汁肉好了。你要2块小肉才对，拿4个小肉。哎，小肉融了，好不稳定的天气哦。为什么可以补血？一只火腿。第二个一只火腿。榴莲，哎，走开！啊，洗了！木头在哪？木头，木头是哪一个？嗯，没事。很多不友善的眼睛。这不都是复活用的？哦，有人来采火了，就可以再盖一个给他采就好了。走开了，我的蜜汁火腿。滚开！好。今天就先到这样吧。哎呦，但是我都不太清楚，我活了几个晚上，今天玩了几个晚上了。
那谢谢各位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都要暂停时。